在拍。
这个小黑妹了，这个比照相机都好。你看这个小黑妹的，照点。现在相机怎么不能拿？拍一下这个小姑娘溜冰。但是这是我那个爷爷哥，他那个镜头可以歪的。但这里拍美女没流量，飞的要什么那个。 酒吧就那个飞的那个光那个光的膀子了，才有流量，知道吧？下面那个鸽子的，他那个YouTube有一个好处就是投诉你，投诉就投诉了，知道不啦？你那个乱搞啊！我没怎么搞，你知道？你也比我多100多块钱，我才300的。啊？你朋友不是说那个臭豆腐？你看到这就不行了，这个时候拍不。我这个没办法拍了。这个算是比较清晰的。 哎，随便什么专业一些的相机，它也是没有光，是不行。这个，你看这个锐化还是比较好的，你看。16的怎么样？16的怎么样？可以的。16的怎么样？我已经打车出去了。